讲不知道啊，因为我都在大陆了，我坦白讲，我这东西改掉啊，就很多年没有回来了，然后就我胃也变那么多。闯两个红绿灯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啊，师傅，你连闯两个红绿灯哎、欸，是啊，那我在后面鸣笛，你还硬要闯这个红绿灯？我很少骑这台，我只要一切看不通，我听到点，不好意思了，哎、欸，我变了，因为我没有带证件出来的，你用报的，我不出票啊，因为我都在大陆了，我坦白讲，我这东西改掉啊，这很多年没有回来了。出生年月日多少？64年，路上怎么改？红绿灯不会改啊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因为那个路很小，都已经变灯，你还硬要过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你报的资料都错了哦。怎么会有没有人？因为我很久没有，先留自己的身份证之后，很多年都没有在用哦。在大陆我都是用澳洲的，我用的是我的国籍。我照片跟你不太一样。我十几年前的照片呢、啊？我怎么你那么正在台湾啊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跟他们去。对对，你先跟我回派出所，因为你我要回去查资料啦，因为你资料报错的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